欢这样的一个穿着明显啊，以后可能就是比较正式啊。欢迎九八月风哥以及我们亚瑟哥哥，还有林天哥，还有梦游姐，还有欢迎二哥丁丁哥以及盛哥，欢迎月哥啊，西夏，欢迎各位大哥们啊。哎呀，有点不适应，不行飞眼，不行啊。今天我寻思还要抢个那个前十的那个，这两天这以后我就不抢了啊，完了那个低调一点儿。烈烈烈差点整错了，感谢莫言哥哥啊，唱一首情歌啊。清新的歌啊，低调啊，以后就咱也低调一点儿。谢谢谢谢，感谢哥哥们啊，谢谢大家的礼物。没有道理的爱你，没有道理的想你，这种感觉到来的不可思议。没有鱼儿的风里，没有星星的夜里，你的湖面平静如洗，有些轻轻飘进你的怀里，自由地游弋，寻找着自己渴望的那片天地。感谢莫言哥，谢谢啊，谢谢谢谢谢啊。道理的想你，这种感觉到来的不可思议。没有鱼儿的风里，没有星星的夜里，你的湖面平静如洗，有喜有忧。轻轻飘进你的怀里，自由地
轻轻跳进你的怀里，自由的游弋，寻找着自己渴望的那片天地。哥哥还有一泉哥哥，谢谢谢谢谢谢那个小安迪不忘初心哥哥，谢谢谢谢。就是这个那个这个没有保姆了呢，等会儿啊我得找个保姆，我看谁在谁在，给我扣扣一个。欢迎鱼哥 Hello 鱼哥好。是水哥的红包，谢谢。好，有保姆了。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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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要你跟我数着一二三四五六七，爱的心跳就是七六五四三二一，狂热的心围绕着你诱惑的美丽，混啦啦的新时代的哗啦啦的你。告诉你我藏在心底很久的秘密，你就是往通往天堂爱的天地，每天都让自己来身不由己，我的心定只有你的心要才能低。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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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爱的灵魂早已经你牢牢的拿去。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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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只想和你飞到那爱的世界里。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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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更知道我正在表达贝尔的真心。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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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Oh my baby， 我亲爱我亲爱的你。谢诚实哥哥，没有感觉到大家摸金块啦，谢谢哥哥们，谢谢大家礼物，新年快乐。要你跟我数着一二三四五六七，爱的心跳就是七六五四三二一，狂热的心围绕着你诱惑的美丽，混啦啦的新时代的哗啦啦的你，告诉你我藏在心里很久的秘密，帮我把灯点亮，带着希望就是通往爱的电梯，这个每天想你都让自己身不由己，我的心并止不让这个走。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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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爱的灵魂早已经你牢牢的拿去。地火上面，马上我自己去打了。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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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正知道我正在表达表达我真心。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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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Oh my baby， 我亲爱的我亲爱的。早已经你牢牢的拿去，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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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只想和你飞到那爱的世界里，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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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天知道我正在表达飞儿的真心，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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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Oh my baby， 我亲爱的我亲爱的你 ，Oh my baby， 我亲爱我亲爱的你。不敢死心唱，感谢多多，谢谢峰哥，谢谢。哎呀，我也有点不适应。谢会飞的鱼，还有那个眼睛哥哥，还有鱼哥。哎呀，吃住我了有点。谢明知明日之星，还有涛多多，谢谢谢谢。都我也没有吃多少，都吃下午吃的，我还打包哥，可能一时就是唱的。谢谢哥哥们的礼物，谢谢大家的支持，谢谢。
以，不用，哪个都可以的。为什么呢？哎，这个玫瑰和这个玫瑰怎么不见一样啊？彩色的这个，是不是有拆更新吗？彩色的那个。谢谢，感谢风过乌痕哥，谢谢啊。那个有扎虫哦。啊，明白了明白了，你们玩的比主播我都明白呀。谢谢黑夜哥哥，怎么不显示菲尔直播呢？我的弹窗有点不太好使好像。感谢所以哥哥，谢谢哥哥们的一山一世，谢谢哥哥的礼物支持啊，谢谢大家。以后我不要你们的礼物了，你们喜欢菲尔就支持支持菲尔。我不好意思。别哈哈。不要听见你真的说出口，再给我一点温柔。其实我没啥事儿，啊啦啦，但是也那个啥吧，也那个。也安分一点嘛，别太嘚瑟，别招摇，啊，就这样吧，慢慢来。本来打算昨天还打算那个啥呢，完了那个，我还是那个啥吧。迎面而来月光身影的长，漫无目的的走在冷冷的街，我没有你的消息。因为我在想你，爱我别走，如果你说你不爱我，不要听见真的说出了口，再给我一点温柔，爱我别走，如果你说你真爱我，不要听见你真的说出口，再给我一点温柔。我怎么感觉好热呀，这个玩意。感谢小王，谢谢，谢谢兴旺哥哥。菲儿姐过年还直播吗？直播呀，一定给你直播呀，节假日不休息的，陪你们一起过年。就是大家有时间的哈，就可以一起过过年。跟家人在一起的时候，可以用手机上啊，一起听我唱歌。而且哈，你们都不知道东北的妈妈过年之前的前两天在干什么，你们知道吗？谢谢二哥，还有风过无痕 K 哥，还有北风雪，还有冬雪哥哥，还有古德哥哥、红利哥哥、小文哥哥，还有铁塔哥哥、兴旺哥哥。东北人过年哈。有两大特点，就是一女人忙，二男人闲。过年头七天和后七天，就是一到过年了啊，这个妈妈呀，就是咱们这个我们二十来岁的这个姑娘们的妈妈，就是像她们哈，开始了从里到外的收拾屋子啊，窗帘啊，被单啊，我不知道北方都是这样的，不知道南方是什么样。而且忙的是不可开交，真的都一样的。还有东北的妈妈都是啥呢，过年了前几天，哎呀，天天呢去排队烫头啊染头啊，也是吗？你们的妈妈也一样吗？而爸爸呢，哎，搁家干啥呢？都打麻将啊。开始电话了，哎，那个
那谁谁呀、啊、这个初几回家呀，初几那个下屯呐、啊、什么的，哎咱们凑一桌啊，打个麻将啊，打个地主啊什么的，就这个都是是吗？喝酒，我们这块喝酒就是下屯了，就是酒喝的不是特别多，就是玩儿，都是是吗？哎，对，要账。对于我们来说哈，可能对于这个企业呀，或者是有生意的人来说，可能啊，齐账、要账、还钱呀什么。但是对于我们就是农村啊，我们家也是农村，农村人来说根本就要不少，要账特别少，除非是打工啊、挖井啊这种的，有工厂的什么的，可能会去要账。但是像我们农村人呢，可能就是忙着，哎，收拾收拾地啦，就是收拾收拾屋子啦，就其实就没有啥忙的，就是屋里边、屋里屋外的收拾屋子。谢谢小九九，谢谢。东北人喝酒厉害，其实啊，东北人喝酒还可以。我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就是东北的女的喝酒还可以吧，但是我没见过喝太厉害的，因为我自己喝酒也喝不多少，能把我喝倒的也没有几个，其实就是能喝的也不太多，真的不太多啊。不算能喝啊，谢谢 M 哥哥。我能喝多少啊？也就几杯吧，一瓶也就一瓶左右吧，没喝多过，主要是。其实什么叫喝多呢？喝多就是。没喝多，我一直在喝。就连直播我都一直在喝。Cheers， 干杯。其实喝酒还真不行，你让我喝水还可以。但是喝水直播前能喝一点，平时不直播还一口酒，不是一口酒，一口水都很难，就是不怎么喝。就没事就喝点白的，就对，喝点白的白开水。这衣服很帅气吗？我跟你们说哈，这个衣服中间这个有个扣，可能是我太胖了，这个扣，这嘎、个、不是我扣吗？扣系不上，只能用这个腰带给勒一下，我就能系上了。哎呀，可能这个最近直播就是这类风格比较多，或者是衬衫之类的啊，衬衫和这样的小西服什么，也不算是小西服，就是一个这个属于一个风衣。主播平时都吃素，不怎么吃肉的。我最大的爱好是什么？最大爱好是唱歌吧。除了唱歌，最大的爱好可能就是吃吃吃吧，应该算是啊，吃。头发绞了，你看短了吗？正常得到这儿了，得到屁股了。不怎么吃肉，不怎么吃肉，都吃素的。因为平时嘛，主播嘛都在乎这个体型啊什么的哈，就都不行，就是不行，吃肉的话容易胖。平时生活中都吃些什么呢？平时就一些，你像什么？芹菜啦，茄子呀，豆角啊，还有什么柿子呀，还有一些什么菠菜呀，这样的菜花啊，啊，基本上什么的都不吃。感谢天佑子跟柯慕明哥哥啊。
感谢小小，谢谢天佑子哥，还有五哥，谢谢牧民哥哥，还有叶子哥。嗯，我一点都不挑食，只要是肉就行，就是带肉的就行，一点都不挑食，不挑食。嗯，主播会做饭，主播会做饭，而且会做饭，会收拾屋子，啥都会，全能的。而且做饭一般人做不过我，嗯，做饭特别好吃，做饭特别好吃，等有机会还给你们做饭哈。谢谢纯爷，谢谢宝平哥哥啊，谢谢大家在这么认真的听我这个聊天儿，谢谢。我也在认真的跟你们聊天儿。哎，这个特效在这儿。而且主播做菜特别特别厉害，就是你给他四样蔬菜，他能给你做出这个做出很多的美味啊。你就给他一样的蔬菜，他能给你做成满汉全席的。这个叫聪明。嗯，曾经都做过什么饭吗？就一样，土豆，因为主播特别爱吃土豆嘛，吃素嘛，是不是？嗯，土豆丝儿，土豆酱，啊，土豆粥，土豆块，土豆饼，嗯，还有啥？就我都给你们做过的啊，还有，反正各种的土豆，炸土豆，土豆泥，还有这个土豆馅饺子。这属实没吃过。你们还想说没有吃过薯条没有给炸炸过，但是吃那个什么必胜客啦这些东西的这个筷子插下来那个吃过土豆条，自己没有吃过，但我吃过就是炸的土豆片儿，烤土豆当然吃过啦，而且那个炉子上红红的往上一扣老香呢。各种土豆的样式我都试过，感谢谢飞哥哥，谢谢、啊、谢谢鞋弟哥哥，谢谢小飞哥哥啊，还有我们查扣老师都注意了哈，就是有这个不管哈，这个只要是低俗的语言啊，还有这个这个涉黄的语言啊，还有这个名字也是都直接给我往外踢啊就可以了，不要污染我们的直播间还有我们的网络环境。土豆刺身，这个哥我一定要给你卡回来，给我找着这人。土豆刺身真没吃过，生啊，他发蛇呀，除了这个我都吃过，只要他熟的我都吃过，没吃过生的。谢谢小迪哥哥，谢谢。马甲用不用改呀，丫头？不用，不用，不用，不用。我还怕这个名儿都不让我叫，别吵吵。实在不行，都是亲戚，要不就改成亲友团也可以。现在不用，现在不用，没事的，没事的。欢迎剑锋哥哥，好吧。土豆辣条没有吃过，土豆糕，土豆糕是啥呀？这不就是土豆黏黏糊糊的那种吗？地瓜生吃过吗？地瓜生吃过，甜的。但是那个地瓜，我不知道是不是就长得比较像地瓜，但是。就跟苹果似的吃的，我不知道是不是地瓜，反正长得像地瓜，我也不知道那叫啥东西。
雪莲果哈，那应该是就是皮儿是红的，完了还也会爆皮，像地瓜似的。谢谢小飞哥哥，谢谢会飞的鱼哥。腰板直直啊！感谢恨念哥，还有事情哥哥，感谢别恋无恙哥哥，我这长得不敢感谢了都，我都不会播了。爱上一个人就要爱上他的真。手机用户在礼物里面就有礼物上面有一台小
话，我以后真穿这样衣服了，其实也挺好的，我感觉大大方方的，体现能体现中国女性的美吗？头发是没梳好，一个包一个包的，一个冷一个冷。关键是没有腰，有腰还说啥了？衣服质量不是特别好，以前穿没有这么紧。嗯，它有点缩水了，这个料。衣服缩水了，瘦了，嗯，跟胖没有关系。谁让你心痛？谁让你心痛？谁会让你偶尔想要拥他在怀中？谁又在乎你的梦？谁的心思那他会懂？谁为你感动？如果女人是等到夜深，无悔付出青春，他就会对你真。是否女人永远不要多问，他最好永远天真，为他所爱的人。想要拥他在怀中，谁又在乎你的梦？谁说你的心思他会懂？谁为你感动？只是女人总是一往情深，总是为情所困，终于越陷越深。清扬哥哥、心如止水哥、南哥呀、心情哥哥，还有李夏瑶哥、纯洁哥哥、平凡人生哥哥，谢谢，谢谢哥哥们的礼物支持，谢谢大家的礼物。这个不用我正能量，我给你唱正能量的歌。不 WC 了。
首歌送给我们的妈妈。过年了，妈妈也很辛苦的哈。光之下又静静地想你了，静静躺在雪里的牵挂。妈妈，你的怀抱，我一生爱的襁褓，有你晒过衣服的味道。有了你我才有家，离别虽伴不及时提啊，思念何必泪眼，爱长长长多天，幸福生于会痛的心田。可以展示出来他这首歌的魅力和意义，希望大家可以一起，谢谢。高音的地方因为嗓子的关系，我不能使劲唱。庆阳哥，还有血狼哥，还有淡水，云淡风轻哥，飞儿的反儿，谢谢，还有江春水哥，天佑子哥，还有西湖之水，还有西湖水，一哭哥哥，黑夜哥哥，南山哥哥，茄子哥哥，谢谢，唱一个好。
好一听那个全岔劈了，对这个歌。现在当我哥喝口水，缓解一下你们压抑的情绪。一首崔子哥的《华盛极限》送给大家。谢谢大家的礼物。只要你肯来一场，就是对飞而不长，我什么都能原谅，那不再翻旧账。做个花瓶被关上，当个宠物被圈养，而为为我一块板，那酒肉也长。如果你是我的皇上，皇上吉祥，我会许你后宫的第几个娘娘。今夜谁为你暖床，留在那个温柔乡，依偎在你怀抱，我比水心鸳鸯。我唯一的皇上，皇上吉祥，得到你的恩宠是我唯一的愿望。多想会在你身旁，就望重温到天亮，必让我的痴心变妄想。谢谢飞人生哥。我什么都能原谅，那不再翻旧账。只要你不再说谎，不找借口来搪塞，哪怕是装模作样的铁石心肠。如果你是我的皇上，皇上吉祥，我会是你后宫的第几个娘娘。今夜谁为你暖床，留在那个温柔乡，依偎在你怀里，上吉祥，得到你的恩宠是我唯一的愿望。多想会在你身旁，就能重温到天亮，别让我的痴心变妄想。如果你是我的皇上，皇上吉祥，我会是你后宫的第几个娘娘。今夜谁为你暖床，留在那个温柔乡，依偎在你怀里，我会是你后宫的第几个愿望。多想会在你身旁，就能重温到天亮，别让我的痴心变妄想，别让我的痴心变妄想，别让我的痴心变妄想。感谢哥哥的守护，谢谢谢谢，哇厉害了。感谢当果哥，还有风趣云淡哥哥，谢谢青阳哥哥，还有逍遥，谢谢平凡人生，还有心情哥哥，还有狼哥，谢谢完美世界，还有诗琪哥哥，还有数字哥，还有星星哥哥，谢谢大家吉祥，新年快乐，新年快乐，谢谢哥哥。我休息一会儿好不好，他唱歌也一边唱也累呀，聊会儿天儿。连个人给你们唱，聊会儿天儿吧。啊，好，我们连一下瓜子妹。卖瓜子的小姑娘在吗？嘿，卖瓜子那小姑娘你在吗？哦，来吧。在呢。哎呀妈呀，这是累的呀，卖瓜子说话在呢。哎呀妈，累成这样了。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我都啥样了？我今天都已经卖瓜子儿了。哎呀呀呀！这小，我也买了这个衣服。是吗？你花多少钱呢？你花多少钱呀？我花49啊。那我不告诉你我花多少钱。哈哈哈！真的买贵了。那我也不会讲价啊，我就讲价4块钱还是几块钱？我买了两件。我买了两件。你给淘宝买的呀？不是，我给现实买的。今年不上街了吗？师傅，这把年货。师傅走了。我来就买这小灯、小树，还有这个后边福字儿什么的。师傅。嗯，我明天领你卖瓜子去。切，瓜子都给我送完了，我还不给你卖呢。卖瓜子除非帮忙的，都是想要点瓜子。哎呀，我去帮你忙。走的时候，哎呀，给你拿点瓜子回去吧，都是这样。你给我送完我还去。送走了，早知道不送好了。哎呀，完了，那天给我一大包小包。师傅，那个开门。我说咋的了？我给你拿瓜子了，这左扛一袋子，右扛一袋子。哎呀妈呀，你可那会儿还没师傅呢，那会儿叫姐，现在叫师傅不晚，没事。那叫姐，现在那我也不能说叫姐呀，我还得不得说叫师傅嘛哈。完了这个、那对劲儿，一兜子花生，哎，那个叫啥了？那个圆不溜溜的瓜子叫啥了？那窝瓜子儿，窝瓜子儿，瓜子儿。完了问我吃啥味儿的，我说啥味儿都行。完了杨桃这个不好搬，完了一样给我拿一点，一样给我拿一兜子。花生，哎呦我的妈呀，我们全家吃都吃不了，你别说给我自己吃了，我们全家吃的我都还得分出去点，我害怕都过完年了这都吃不了都，哎，可实惠了。没事的，到时候那个你们别瞎吵吵，坑啥坑，没坑能坑吗？不能，别瞎吵吵，小听着，别吱声，别瞅公屏，瞅公屏啊，别瞅公屏。他家没有猪，他咋送点猪蹄子呀？他家就有瓜子儿。别提猪，别提猪，提猪还行，不是不提猪还行，提猪就上火。你那个袖子是不是还带个飞边儿？这袖子是不是？对呀。哎呀妈，一模一样，不一样啊，还是不太一样啊，不太一样。我那是好几个飞边。主要穿身上感觉，主要穿身上感觉不一样。我胖，你知道吧？完了你瘦啊。嗯，以后你就穿衬衫就行了啊，不可以穿那个啥的。这衣服老肥了，我穿着都肥。肥吗？那你得买多大号的呀？肥，我买的是那个XXL的，买大了。我现在衬衫我整大点，要是瘦了不得勒的那肉一棱一棱的吗？行，买大点行。过年估计还得胖一点，我过年我估计我都得胖一圈。因为下屯左一家、大一家、二一家、老一家、四一家、大舅家、二舅家，还有老舅家，我的妈，转一圈回来，我过年我就是没有那时候，我一家住一天，我住了15天，半个月。这你这可以呀、啊？那我这都没有地儿了，我这卖完瓜子，我这一整个都闲了。这不是，这个是那个我妈家那边，完了那个。我爸这边还有呢。对啊，哎呀，原来叫叔叫婶，这回给我整懵了，我也不能叫爷叫奶呀，那不差辈儿了吗？是爷是奶，这样叫就行了。是啊，对，是爷是奶哈。嗯，你这我这整差辈儿了都。谢谢12095哥哥，谢谢。我俩都属于胖型的，对，但是我可愿意跟他在一起了。我没事，我说来呀，带你溜达去，带你玩去。哎呀，他都跟我师傅，我不去了。咋的？我说去吧，我跟你在一起，我可有自信了。给我显得老瘦了，告诉你。你一说这时候，要想起个三亚的时候了。怎的呢？我就跨着你走，是不？不是，嫩电梯给我捐电梯里了。具体咋回事我想不起来了，我就记得有这么个事儿，反正我捐电梯里了，他跟酱宝他俩搁外边拍巴掌搁那乐。那是你是干啥我也忘了，反正就你一个人在电梯。好像是有一个人坐电梯，完了他多嫩了一个楼层，完了之后其实我们已经到楼层了，你知道吧，我又进电梯里了，我咔咔一个楼层那一遍，一下子电梯门关、啊、我想起来了，人家逃得可坏了。这电梯哈不住11楼嘛，11楼顶上还有20多层，他在啪啪啪啪啪
一边嫩，我们都下来还搁那嫩的，我们下来还搁那嫩的，你说啥？差点没把自己给送上去。哎呦我去了，我说没坏着，人家差点把自己坏着了吗？不，这两天没去，这两天太忙了。要去的话，我估计也是长长尖尖啥的，也是这菜，也不能是有啥改变了。这不能，这我家买菜了，买了啥菜呀？你来不来吧？那一会儿你过来呀、啊。我去啥呀？我到现在我还没收拾完呢。明天早上接着起来6点帮着炒瓜子去呢。哎呦我现在那叔我的职业现在累着呢，我职业现在就是他自个儿搁那会儿呢，今天有人帮着忙活，完了我早回来点的。其实啊，其实可以了，就一般那个一般我家忙的时候我都没帮着整点啥，也卖过，我家卖胡萝卜的时候我也卖过，好像你们有没有听说回家干过活？反正少，没事，那像我忙不过来，就干活去。完了，你招呼我一声啊，师傅。完了，我不去就得了呗。我刚要说，你这钱也伤心了。我刚要说，谢谢那个时光哥哥。我刚要说，我说我棚没擦，地没扫，衣服没洗，被罩没整呢。你这也忙不过来了，看你这样。我这怎么卡了呢？好像信号不好，怎么着？这耳机断。说话听不着了，有点。那是不是我那边卡呀？你们能听住吗？那是，啊，好像是我这边卡了吧？好像听不着一点。哎呀，你是换耳机了？没有啊，还是那个耳机的。不能啊。我就是说白了，我就是没想听着你说干活的事儿、啊。装呢，跟我呀！哎呀，别回啊！我说你换耳机了不能啊，这还我，哎呀妈呀，这一天，来吧，咳嗽了，嗓子是不是也哑了？还行，这两天让瓜子会呛的。嗯，那唱首歌就好了，来吧，唱首歌吧。你想听什么歌？我看你嗓子哑了，就让你唱首歌。嗯，来吧。你想听啥歌，师傅？给我来个青藏高原。那拉倒吧。你有请下位选手吧，这位选手可能完成不了这首歌，换个低点的。你们想听啥？你们想听啥？我没坑他，没坑我师傅。谢谢那个风刀不战哥，谢风刀不战哥，完了给我徒弟点点关注啊，杨桃啊。我仨师姐都让我坑个遍儿的。咋的了？挨个坑红包。我嘴可甜了，我上去就给他们发语音，我说师姐，我说你干嘛呢？他们就说小师妹，我干啥干？我说你看我这一声师姐不能白叫，来个红包呗。你直播坑的吗？啊、哦，我直播现场坑的。嗯，可以。你这全坑来了。哎呀，我打算大年三十再坑点压岁钱啥的。那个，我大年三十的时候可能微信就不在线了啊，就不要叫我师妹了。不行，我这刚拜师几天呢，你就这样式儿。那个师傅也那个啥，也不在家，下屯你也不要来了啊、哦！没有没有，师傅，你不能那么干呢。谢谢哥，谢谢，感谢啊，谢谢。哇啥呢？对，我也不知道哇咋的了，这是。我这是啥反应也没有啊？我这啥也没看着啊，就哇了，哇了。感谢哥，谢谢。咋的了？公爵他们说谁？是哪位大神？我也没看着啊，他们看着了吗？卡宾哥吗？哎呀呀呀！哎呀呀！谢谢卡宾哥，谢谢卡宾哥哥，我这儿呢，收着了，我收着了啊！谢谢卡宾哥哥，谢谢，太厉害了，哥哇！哎呀呀！太那个啥了，是不是今天我的装扮特别特别招人美呀、啊？这样吧，主要是因为我在旁边衬托呢。以后谁也不连了，就连你，独宠你一人。继续发展，你要瘦了我就给你踢出去，你瞅着。你这个师傅你不应该呀。谢谢，感谢我卡宾哥。这样完了，那个谢谢，好好准备一首歌，我先给我卡宾哥唱首歌。卡宾哥喜欢听啥歌？这样吧，我就自己那个
自己唱一个吧，小号太低调了，哥，这首歌送给哥，祝2018年哥哥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嘿呀哦，嘿嘿嘿呀哦，鸡的龙灯敲咚敲，他的龙灯敲咚敲，恭喜你。我住门亭下的小孩接一年特等会儿，我住门亭下的小孩生命胜过秀才，智商充满你脑袋。我住尊敬的姑奶奶36千的奴才，气不沉迷容不改。我住三叔公的买卖生意扬名四海，财源滚滚住豪宅。大有大白乐天替你消灾，恭喜发财，有汗的狗好卖，恭喜发财，恭喜你发财，我恭喜你精彩，最好的请过来，不好的请走开，哦你果然去灌溉明天呀，我们更厉害。我祝全世界的无奈草的比那黑人还快，随随便便出人才。大摇大摆乐天替你消灾，恭喜发财，要喊的够好卖，恭喜你发财，我恭喜一会儿啊，哎呀呀呀呀呀呀，招财猫，谢谢谢谢，哎呀，挺配合的，谢谢卡宾哥哥，谢谢小飞哥哥。哎呀，我的心乱乱乱。我这没有招财狗了，没招了，就只有招财猫了，就对付家的。我对我今天要买那个小狗，我还买不着呢。谢谢谢谢卡宾哥哥，哎呀，我还那个我没那个啥呀。卡宾哥说答应你的这个那个过年年底了哈，给你开个公爵，这个我用小号给开的。谢谢哥哥，谢谢谢谢，感谢哥哥，谢谢哥哥，也祝哥哥马上过年了哈，2018年事事顺心，万事如意，也生意兴隆啊。谢谢哥，谢谢谢谢小飞哥哥，谢谢大家。666666666，来吧，你也送一首歌吧，送给卡宾哥，也送给全场的宝宝们。完了，大家把我徒弟杨桃的关注也点一点啊！好，谢谢。接下来呢，由我给大家带来休息一会儿，扣个字啊！我怎么感觉忽然间我这么正经，我有点受不了呢？来吧，给大家唱首歌啊！没有，我是我这么正经没有？师傅，你始终你都这样，就是你都特别的，就是两袖清风一本正，你一直都这样。是吗？你看不看着你那个你师姐还说呢，桃儿来个青藏高原，这红包要的好啊。哪个师姐说的？看我给你转评啊，这个红包要的不错。嗯啊，这个你俩呀终于有了不解之缘，看看多向着你，红包没白要吧。咱俩一会儿单唠啊。
你的压岁钱没给呢。嗯，来吧，一首火红的三人送给哥哥姐姐们，希望你们能够喜欢，谢谢。也送给师傅，感谢卡宾哥，谢谢。这唱啥青藏高原，别闹。天下有多大，随他去宽广，大路有多远，幸福有多长。听惯了牧马人悠扬的琴声，爱上这水草丰美的牧场。年里所有的哥哥们都能够新年快乐。啊一八，天下有多大，随他去宽广，大路有多远，幸福有长。听惯了牧马人悠扬的琴声，不是一八，我说错了，别逗我乐。花开雨墨风，尽情的怒放，河流有。不要，我唱不了了。不行，对不起了，朋友们，原谅我这首歌，我实在我唱不完。我刚才我过蒙圈了，我寻思我祝来两个祝福话啥的，就祝愿一下那个所有的那个哥哥姐姐们新年快乐。我是祝愿你们2019年新年快乐。18年没能过完呢。你过得也太快了。我刚才搁那贴那个那啥，贴那个气球，就是18的。我寻思今年不18吗？过完年不应该19了吗？我还特意把那2018让我给撇了，才反应过来。平蛋、哎，把那个平蛋哥抱上来。平蛋哥还在这吗？我看平蛋给我发信息了。哎呀妈呀，哥呀，我平时很少看私聊，这是我欠不得人看一下，要不然我又没看着你说话。哎呀，不好意思哥，把平蛋哥抱上来了，谢谢谢谢，感谢卡宾哥哥，谢谢。谢谢谢谢，哎呀，你这微信也太多了，这家似的，太搞笑了。你这哎呀妈，休息一会儿，休息一会儿，跨年跨的也太厉害了，年还没过完呢，你这家又过两个月了。我下去了，我可能是有点累着了，我先下去了。太紧张了，那个给桃儿这个手机用户在这个地方给桃儿的关注点一点，谢谢大家啊！我今天穿的怎么样？桃累了。哎呀，谢谢天涯游子，还有小飞，谢谢重生哥，缺少一个你，还有饮茶哥、逼那个 P 哥，还有这个好心情哥哥，谢谢小飞，谢谢与世共敬哥哥，谢谢哥哥啊，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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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搞笑了啊！祝大家2019年新年快乐，新年快乐！看着平淡哥了吗？平淡哥守护者哥的小号叫平淡哥。我给我没看着，我没看着，这幸亏看一眼，要不然又那啥了。我手机我这今天装忙没那啥。还有那个啥呀，还有那个叫啥了，找着了没？他退出频道了吗？
平蛋哥小号是对错对平蛋哥的小号是那个啥，是守护者那个国王，他的大号啥爵位没有，刚报就走了，那可能去找主播去了，他也有事儿，嗯，一会儿蛋哥在这个家主播要来连个麦啥的。哎呀，谢谢修行哥哥，明天我就不上线了。哎呀，行，这李道人不怪。你们又看见了是吗？我没收红包，我没有。谢谢修行哥哥，你们看见了吗？没有，我没收红包。没有，我哪呀？不是那人，不是那人。好嘞，收到。哎，没有啊，哥。平南哥，你给我的微信号不是 YY 号没有啊？你是不是少打个数字啥的？搜出来，要不他就没进来呢。师傅，咋的了？2019，新年快乐呀！啥事儿，叔？冰凉哥够卡黄了，管理找一下冰凉哥哥。我要压岁钱，压岁钱呢？等一年吧，你拜的是2019年，2018年还没过呢。等2019年给你啊、哦。关键找一下头门摇儿啊，头门摇儿，我没搜着，没有，在我这搜就没有，没有那用户，没有头门摇儿，找找，我没找着刚才。下次拜年2017年给两个压岁钱，他要拜2017年都已经过完了，还给啥给呀？哎呦，看见了，看见了，看见了。谢谢笑笑，他公屏扣字了。刚才我截屏那个公爵那个图给我留着啊。嚯，谢谢笑笑，帮你找一下给笑笑个卡号，谢谢谢谢。来首死了都要爱。唱完了，我估计我就死了，累死了。你属实挺狠呐，这孩子。对嘛，好几个，谢谢谢谢，没事的哥，开播了开播了，改什么了？完了，给大家连个主播小美女。哎，我怎么看着是白马？它是黄马吗？我看着是白马呢，是我卡住了应该。哇，太漂亮了！哎呀呀呀，谢谢谢谢，感谢哥哥的礼物，谢谢。妹子可以说话吗 ？F2 的应该，每次连麦都应该点一下 F2。你们能不能把你们的那个那啥，别哇哇哈喇子擦一擦？咋的呀？我长得不美呀？成天一连麦你就哇哇哇，这一天。谢谢谢，可以 F2 可以说话吗？哦，现在可以了。你好你好，菲儿姐，晚上好啊，咱们那个4823的所有的兄弟们。哎、他带的应该是发卡是不是？我也买了，但是没邮到快递。一个小鸡儿，一个小熊，完了还有两个鹿耳朵。他家的，我是在那哪儿京东看的那个，不知道你这是在哪儿买的？我这个在专卖店好像是。我这个买亏了，好贵呢这个，啊对，好几十呢，贵，但是我还有好几百的，都买了60多，脑子那天可能长包了，不贵，他那个网上也挺贵，但是晚上比现实的要便宜，二三十块钱应该，平时应该这个主播应该是唱歌的，应该而且这个歌还比较温柔应该。欢迎守护者哥哥，大家把瑶儿的关注点点，这样吧美女，咱们唱首歌吧。谢谢哈，好，我唱首歌。好的，谢谢啊，感谢我们这个
守护者大哥，然后也谢谢菲儿姐今天给我机会过来连麦，然后有机会给大家唱歌听啊，给大家唱一首，唱一首英文的吧。You are the shadows to my light, did you free us? Another star, you fade away, a fading youngness out of sight, wanna see us light.就唱到这，太好听了，你都唱完了呀，唱完了，这个歌真的挺好听的。我唱一半吧，唱哎呀，你唱完了吧，这个歌真挺好听的，确实很好听。因为我这个是阿卡给我翻译的中文，我还没学会呢。哎呀，那差了，我还没学会呢，但是我还是第一次听就是这个主播唱，但是真的确实挺好听的，比我唱的好听。我决定我不学了。菲儿姐。谢谢那个直播室通知各位哥哥，谢谢守护者哥，谢谢，哎呀，这不好意思了，谢谢哥哥啊，谢谢。平时唱英文歌比较多吗，美女？谢谢啊，谢谢。哎呀，我抢着忘了。以前唱的比较多，现在就是唱中文的会多一些，英文的可能就这一首大家比较熟悉的会经常唱吧。哦，这个歌是特别受欢迎的一首英文歌，我自己感觉挺好听的。谢谢啊，谢谢。电音的很经典的一首歌，现在好多主播其实还是有很多人唱的，但是我就听你唱了，别人我还真没有听谁唱的这个歌，是吧？可能唱的味道不一样。我经常有看你直播的，唱歌很好听，然后嗓音也特别的高。那我就要考你了，经常看我直播，你说出我经典的三个慢歌。慢歌，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哎。你不说经常看我直播吗？就是小号，但是看的时间不长，就是会看一下，然后又进来看一下。是不是刚进也是刚来 YY 直播没有多长时间吧？对。啊，那刚刚我那不能见怪啊！谢谢，感谢那个谢谢哥哥们的礼物啊！谢谢守护者哥哥，让瑶儿唱首中文歌吧。我还是因为英文歌，毕竟我听着会蒙圈或问号的感觉，但是节奏感是我喜欢的啊。完了，没有点关注宝宝们，关注也点一点。还有就是谢谢唱一首慢歌走心的歌，因为我们家宝宝就是可能在 YY 上的平均这个比较成熟的这个比较多，他们喜欢听慢节奏的，还有这个情感的一些歌曲，挑一首歌啊送给我们家宝宝好不好。有没有想听的，要不然问问大家的意见吧，我也不知道什么样的歌属于就是他们会比较喜欢。欢快一点的，走心一点的，老头多，嘘，都是小伙，什么老头？感谢八哥，谢谢，太想念，我一壶老酒，太想念啊，好，那我唱个太想念吧。嗯，我觉得这歌应该你会比较时尚的嘛，今年比较火的歌。好，我给走江南，大家唱一首《太想念》吧。谢谢八哥，好的，感谢大家。把这首《太想念》送给所有4823菲儿甲的所有的兄弟姐妹们，在这里提前祝大家新年快乐，明天是情人节，也祝大家情人节快乐，感谢大家的支持，感谢咱们家守护者大哥。
承诺一天一点点回荡在耳边，那回不去的缘弥漫了我整天天，爱的往事一件一件件甜蜜的蔓延，你的影子一天一天天拉长了思念，在梦里吻你的脸却来不到我身边，我对你太想念太想念，那爱过的心还在祈祷再见一面，我对你太想念太想念，好比天上风筝断了线，我对你太想念太想念，你不曾看见那双为你哭红的眼，我对你太想念太想念，蓦然回首奈何人已远。好了，我就唱到这儿，谢谢菲儿姐。哎呀，感谢大家，你就都唱完了就行，都唱完了就行，客气啥。一般都唱半首嘛，这个礼貌应该的，不能一下子唱完。其实瑶儿是一个很不错的主播，能感觉出来，而且她的气质挺好的啊，喜欢李儿，不是喜欢李儿，瑶儿，这嘴突然一马，喜欢瑶儿的，为什么都带个儿呢？这后边飞儿，这啊，外边有缘，是吗？嗯呐，对呀，就带个儿子，就是老丁那个啥，老丁跑偏了去。谢谢。菲儿姐，咱们可不可以加个好友啊？应该咱俩现在有好友，你关注我，我关注你，咱俩就应该有好友了。有吗？有的。这个地方你勾一下我，就像这个地方，你勾一下我之后，哎，对，啊，互相关注就可以成为好友，你关注我就成为好友了。啊，可以了，关注呗。就这样就可以了，是吧？对，这样就可以了。等没事的时候可以多来串串门，没事。好的，好的，谢谢。你叫着亲切是吗？带儿的都火了。是哈，确实是儿子辈儿的。哎，也是哈，就是可能那个当时起名字的时候，我就自己觉着哈，带个儿子可能就比较亲切。比较那种亲切，可能像那种陌生的字儿啊什么的，我就觉得记不住，这样的比较能记住我，我是这么想的。当时，对，菲儿、瑶儿都有个儿子，嗯，儿子辈儿。谢谢哥哥们，太夸奖了，谢谢。喜欢瑶儿不要忘了点点关注，还有二号麦我们守护者大哥的关注也点一点，这样那个平时也是站着直播吗，美女？嗯，对，我是站着直播，嗯。那就不坐下吗？嗯，就是每个月有的时候不舒服就坐下。让那个让瑶儿休息一下吧，休息一下吧。好的。好了，咱俩有好友，到时候没事你就来了就可以啊，来就可以。好的。在这儿就跟自己家一样，站着直播就对了。为啥呢？这主播真不错，真的。不是我夸啊，不是我夸那个守护者哥，他去九九幺绝对我瞅着都。特别喜欢，真的特别喜欢。九九幺应该是没问题的，塔下那种。卡吗？可以多培养瑶儿，真的不错。因为这个一个主播看这个气质就能看出来，跟就是那种其他的主播一看就不一样，你知道吗？阿卡呀，阿卡，你就眯着吧。阿卡给我翻译的词儿都有，你要不要看一下这词儿？谢谢大哥，谢谢守护者哥，兄弟们，守护者哥的关注还有圆儿的关注都点一点，都自己家人啊！谢谢，感谢大哥，谢谢。我也下了，谢谢，不客气，哥，下了，去吧，哥，新年快乐，谢谢哥。
太客气了。谢谢谢谢谢谢，不能送自己的花花。我也测了，好的好的好的哥，好的哥，你们都测了，你们都测了干啥去？瑶儿也走了，瑶儿去吧去吧去吧，拜拜拜拜。啊，你看你有没有我好友加上来没？哥他们叫美人窝，拜拜。感谢冰凉哥哥，冰凉哥哥可以给开个真爱吗？1块钱一个月的，就是后边就有我的名字了，你带着我的名字会非常非常自豪的我，好说反了。我很自豪的让你那披戴上我的名字，没加上吗？那我把答案发给你啊。我记得互相关注都有啊。没有，真叫没有。你的答案发给我吧，我加你。卡王是三组一三四个，哎呀妈呀，能不能不要这样？就这么文明的一个人，为什么你要起这么个答案？真的，有的时候飘他们要答案的时候，我都觉得特别特别奇葩了。有时候，好了，加上了。不能暴露，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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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力哥连我没连上，我跟力哥说那个等一会儿啊，我再找力哥玩会儿。谢谢冰凉哥哥，谢谢冰凉哥哥，冰凉哥有黄吗？看看。没有了啊，下了，那下了拉倒吧，那下了就拉倒吧。哎，不客气不客气，谢谢。没卡黄呢，哦，那够的话就给卡下黄吧。我也要给你们唱首歌。的情歌。唱一首伤心点的，其实应该唱一个比较欢快一点的。手中捧着娇艳的玫瑰，好像你的笑容一样美。无关多少风雨，我都和你一起飞。爱上你，我无怨无悔。看见你和他在约会，笑得好像花儿一样美，一定是我做的还不够完美，才会让你自由自在飞。谢谢哥哥的丘比特，谢谢敞开心扉哥。
这里和他再约会，笑得好像花儿一样美，一定是我做的还不够完美，才会让你自由自在飞。笑笑哥，谢谢。但是高音的地方还是不带那个啥的。不管你爱他比较多，还是他爱你比较多，爱或被爱，其实都是一种喜悦。谢谢谢谢，谢谢南陵王哥。慢慢恢复就好了。我这有的高音地方我还不敢使劲唱。大王叫我来寻，谢谢谢谢谢谢南陵王哥，谢谢笑笑。时刻是啥意思啊？哦，加成的。谢谢飞博哥哥，谢谢谢谢。有个宝宝说你重视一下你这个，你重视一下你的排行啊啥的，这个礼物排行，这个什么心动礼物啊，还有值那个值那个值的，我可不是呢，我昨天我都想好好的，我要冲第一啥的，我一寻思我还是低调点吧。就是咱们有可以的话，可以那个就魅力值啥刷一个就行了啊，刷一个就行了，我低调一点。啥时候还脸面不脸面，地名我啥也不说，真的地名我都啥也不说。其实我没啥事儿，但是还小心一点嘛，还是这个
不要插尖儿，不要插尖儿。我们啥时候高调过？再低调中再低调一点。我就觉得以后咱自己就自己家人就玩自己家人的，就是以后能不张扬就不张扬，就越低调越好啊。其实也不是特别好，就是当太大的什么什么。就以后就当个妹妹啥的吧，挺知足的了。这就应酬我下了啊，拜拜，谢谢，拜拜，飞宝哥哥。等等，没存在感了，谁呀？欢迎哈幼儿，这句话我可看见了。你说好听的吧，我这人就怪；说好听的吧，可能我还没那啥；你说不好听的吧，我一下我就看见了。谢蓝天哥哥、青阳哥哥，谢谢不语哥哥、姑姑，还有蓝天哥，谢心若止水哥。眼睛可尖了，可不眨的。但是我不揣尖，起码我也要做出一个榜样嘛，对不对？曲线是不是也高点的？可以把榜样往高了瞅，往高了放，推荐是不是让他们看看我们这平台的主播有多么的他正式嘛，对不对？切，不跟你解释。谢谢青阳哥哥，谢谢。漂洋过海来看你，这个歌我不太会唱，这个歌因为这个歌这个我跟不上，主要来个这个歌吧，来给你们都唱唱老歌，比较经典的。哎呀，谢谢坤娘哥哥。诉说。
情话。再见了，心爱的梦中女孩，背着你的影子呀，说声珍重。假如我永远不再回来，就让月亮守在你窗外。再见了，心爱的梦。这首歌送给我们的宝宝们，名字叫《窗外》，谢谢大家。还有黑夜哥，还有兔云兔哥哥，还有那个这啥歌，现在我不知道的歌我都不唱了，不明白的也不唱了。谢谢那个孟江南哥，还有江南塞北哥、白梨哥，还有灵兔雨夜、随意哥哥，谢谢黑夜哥哥，谢谢。这有我就白银断了，我啥玩意白银断了，是气球还是飞五八七？谢谢云知道哥，还有每月四块儿哥哥，谢谢哥哥们的礼物。啊啊，周星，好好好好，谢谢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再播一会儿，我也那个啥了，我就播一会儿，我播一会儿我也就下直播了，跟大家聊会儿天儿。我屋子还没收拾完呢，我还得接着收拾俩屋子呢。我刚刚把那个树，这个树你没看还没扔好呢，我就着急开直播嘛，这刚弄回来的东西，还有俩小狗，是不是挺漂亮的？还有东西福袋啊什么的，我这直播间还没弄全呢。一会儿再给你陪你们一会儿。太晚了，明天接着弄吧。没事，这有事儿，确实也挺晚了。还以为我刚下，还以为九点来钟呢。都回去直播吧，这是不是还没直播呢？灵儿啊，还有大家二丫，回去直播吧，去吧去吧，我跟他们聊会儿天，我也下了，去吧。完了，那个大家可以去对这个我徒弟直播呀啥的，大家可以多多捧捧场，关注关注，谢谢谢谢。唱歌也是非常好听的，大家二丫还有桃子。啊，还有那谁，那个灵儿、桃子、大丫丫啊，大家把那个关注啥的也点一点啊，谢谢谢谢，都不错，唱歌都非常好听的，大丫、二丫、姑姑、灵儿什么的啊，点点关注，右键就能点了，手机用户也是点着他名字就能点了，在这地方。师傅，你抢吗？抢啥呀？你说这个礼物吗？不抢了，你们抢吧。我太大了人物，我这哎呀，我低调点吧。你们可以抢，我就不抢了。谢谢灵儿，谢谢谢谢、啊、我爱上了离婚的女人，我爱上了离婚的她。这也不唱了，这个不好，爱上正经姑娘吗？还是谢谢灵儿，谢谢姐，别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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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啥事儿，你别耍了别耍了啊、嗯！师傅，我们唱也要注意吗？你们没事儿，主要他们瞄着我们大头的。
反正不会瞄着我的，我是一个唱歌，我平时本身我也没有那啥。不是啊，主要是我是猴啊，我也嘚瑟。不管我啥事儿，那我也嘚瑟嘛，这不。师傅这话的话，其实真是，你们要换的话，我建议你还是换这一步到位得了。不行呀，你们家急，不是这话不能说。就是他们赞助你就够了，你就好了。因为啥？因为这个也毕竟是我这么想的哈。差点说那个字儿没说出来，急。对哈，你跟别人不一样，你买得买一对儿。是挺贵哈，谢谢桃子，谢谢，么么哒。那也不行，万一你有说闲话，那是不是咱们也得好好的？就是没啥事儿，咱也要做出个榜样嘛，是不是？毛病，正能量，是不是？这个 YY 平台要夸我的话，是不是要夸主播的话，是不是得第一批夸的必须是我呀？是不是？我多好啊！对不对？这是的，去不去吧？快直播去吧，去吧！你们家粉丝都等着急了，今天我都延后了，你们也就是推迟直播了。都不好意思的，我先开一会儿得了，我就快九点了，我开快俩小时了不？上海滩练的咋样了？那个还练着呢，那个嗓子不舒服吗？还练着呢，哥，不给你走。哎，对了，桃儿，你开不开直播？不开直播来呀，我还没吃饭呢，咱俩一起吃啊，一起胖啊，是不是？你说我要吃了，你没吃，你说你少胖一斤肉多不好。压岁钱，你说你都拜年了，能不给你吗？是不是兄弟们？这19年呢，这着什么急？说到做到，19年必须给你发红包，大大的。师傅，桃子是明年的，对他拜的年都是明年的，是不是？他拜的年都是19年的，不能，不这个红包说什么都不能给。我们几年给？你那个今年就给他，那个得来年。桃子什么时候开的守护？桃子什么时候什么开守护？啥意思？不知道啊。啥玩意儿？你给我问尴尬了，这一天的。我关直播了，给我问你尴尬了，你这一天的。
魅力值，刷玫瑰花长魅力值，对对对，刷那玫瑰花是长魅力值的，对对对对对对。走的时候我要开过王，不，我不相信。